高拎高海玲呢日出席朱姐姐黄淑仪嘅饮食节目记者会，朱姐姐煮嘢食咁叻，高拎有冇谂住偷下师啊？佢煮嘢食咧就已经系不容置疑嘅嘢嚟噶啦，咁但系咧我自己都要向佢请教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点都要有几样拿手菜可以攞到出嚟嘅，即系将来可以管住老公嘅胃啊嗰啲，就要靠呢几个拿手菜咯，所以都会同佢请教。咁我最想同佢学嘅就系煲汤，因为我觉得煲汤一年四季其实即系香港人系一定会饮嘅，一定系即系对身体好好。咁加上我哋成日挨夜又食啦，所以我就最想学煲汤。咁平時又會唔會煮翻兩味氹下男朋友呢？我平時真係好少煮嘢食噶，係啊，如果要飲嘅話，揾我媽咪煲俾佢飲。高玲之前拍完旅遊節目翻嚟之後，把聲好似沙咗好耐，唔知而家有冇好翻啲呢？我就有睇西醫啦，食埋類固醇啦，都冇乜幫助。咁中醫嗰度咧，我有飲鹹竹風啊、崩大海啊嗰啲都唔係太過見效。咁所以尋日就去咗針灸同埋刮痧。咦，刮完是真的好一点的，所以我觉得中医这家东西真的很神奇，我想我都是会 keep 看中医会好一点。